基层基础，推动两网融合。我们将持续深化一核引领多核联动的一加三加 A 基层治理模式，把深化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工作主线，以街道大工委、社区大党委引领15个网格党支部、51个网格党小组，探索全域网格化党建新亮点，推动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的两网融合。描红鲜明底色，写好 X 方程式，激发强劲动能，丰富 X 新内涵。下一步，我们将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，以创新创优项目为切入点，精塑红色研学线，擦亮红色名片榜，升级红色会客厅，织密红色连心网，培树红色先锋群，深入实施红药奋进问和，古今交相辉映，整街党建提升计划。培树红色基因，锻造先锋队伍，推进共筑共建，汇聚发展合力。我们将扎实推进三训三行动干部队伍提升计划。